OK 了吗？那我们就嘉怡好，嘉怡是个男孩呢。我在那边，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。好，我在。这位男生，你这一场出现，把前面放旁边出现，对不对？他刚刚还没有。好，刚刚有事了，就离开了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继续赶来的路上。酷，好，来吧，你可以。要掷骰子，掷骰子，对，骰一下，骰一下，骰一下。怎么样？我会看那个风向来帮你做处理，好不好？我帮你看风向哦。好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，预备，起。背后环抱啦，这还 OK 吧？这还 OK 吗？那你要在，你到前面啊，好不好？你到前面才有女生抱你的感觉啊，这样。你需要我帮你背包包还是什么之类的吗？哦，对，好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可以吗？你给是啊，好，好，配的哈。请不要张开你的双臂，张开你的双臂，背后环抱。哇，拍照存证啦！你口水气。哇，感觉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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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怎么请大声喊出来，我永远支持桃花小妹北汽。我永远支持李嘉颖。好，中了个铁票，中了个铁票。谢谢，好，谢谢嘉颖。下一组啊，下一组就是我们的，好的，小兰，跟着你的盖比。你特地做对不对？你做了三天三夜的。我跟他讲，我们之前来签书会之前啊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台中，然后我们十三二四来签书会的时候，看到他好开心，因为他是我们以前。忠实妈吉到现在一直陪着我，所以今天请你丢骰子。所以就直接我帮你了，不用骰了。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吗？好不好？对。什么？是这样吗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好，我帮你找。啊，对，我今天走不收费哈，来筛一下啊。他喜欢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。揉背的意思就是要后背，背起来吗？背起来，好不好？像那种人家扛泥土那种，不是，是背后面。背，对，然后好，然后助跑。来 ，OK 吗？不会啦，上面在怕的，他是强壮。OK， 好，来吧。好，他背。好，那你站好，你站好，你站好，你站好。没有，女生背男生啊，女生背男生，对，啊。其实他不输你，他也算男生。没有在怕的，他没在怕的啦。来啦，快点呐，这样太久了，快点来助跑一下，跳上去。快点，快点。没有，给你站下来吗？也可以啊，他不会怎么样啊，他说的。他是可以啊，他是可以。来，快快快。OK， 不要客气啦。不会，你就跨扑上去就对了，难得。对，难得，对，这样，不要对的，你就这样抱一下嘛，抱我怎么进行下去？来，预备，气，来气。是，那你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有啊，他有开心到。小丁来吧，哎呦，这个很可爱哦，吼，可爱的妹妹，台中人吗？不是，哪里人？刚好差不多中部嘛，好，来甩一个，你甩一个，都可以，你也都可以吧，林晨晨都可以吧 ，OK 啊。是什么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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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样，跟别人一样。跟刚刚一样吗？对啊。那怎么办？那就是他背你喽。怎么可能是他背我呢？不行啊。好啦，来女生跳吧，小弟准备好，然后女生跳上去，有点像是反面的无尾熊抱就对了。哇，走一圈，走一圈，走一圈啊，走一圈啊，走一圈啊。
报之后继续支持桃花小妹，一定要大声点，一定要支持桃花小妹。好，很小声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下一组，下一组来。好，什么名字？什么名字？妞妞，有没有看桃花小妹？有，很喜欢哦。今天完了，你今天有使命了哈、哦。来，把它撒一个，撒一个，撒一个，都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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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是什么？哎，今天好那个，都是人，换一个啦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个在中间，换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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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看腻了，看腻柔被抱抱了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哦，怎么这么？不好意思，要无尾熊抱哦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另一个。哎呀，这个啦，风箱是这样吹的嘛，无尾熊抱哦。好呀，好。要不要帮你拿包包？我今天免费。好，我帮你拿。助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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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五步，然后用力跳往上面跳，脚打开夹住，脚打开夹住。好害羞。他强得很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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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问，再问一下，这里是哪里？哦，他说天堂。天堂，好，请大声喊，我永远支持桃花小妹。我永远支持桃花小妹。哦，好了，谢谢你啦。下一组，下一组，雨衣，雨衣，你的妹妹很主动哦，都不用 Q 就自己走到前面来，然后帮你拿饮料啊、礼物啊、包包啊，帮你寄物。好，包包也要吗？好。好，来，好，号码牌要不要？不用。好，来，请骰，请骰，请骰。鱼那么瘦弱哈，最好来个无尾熊抱。就是无尾熊抱啦。那我做数了吗？对，你还有加力。都可以试穿一下。你会对不对？你会对不对？好，用力跳上去，用力跳上去哦。好，对 ，OK 的。他你都昏倒了一把。树长得还蛮快的。足球里面的那个情报，前面有点冲动啊，年轻人总是比较气盛。真的，大声喊出我永远支持桃花小妹，大声点！怎么抱都没有力了啦？太嗨了，太嗨了！喂，桃花小妹，你真的好，谢谢你哦。好，下一个，好，阿勇来，在旁边一直敲边鼓，有没有？我们就来看看你的好兄弟们，开始。Hello。我抱你，你抱我。我阿那九，阿那九，哈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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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那九，好了，阿那那九，哈，嗨嗨嗨嗨。哦，朋友。干嘛？做朋友。哎 ，Come on，Enjoy。我学到的第一句韩文就是油江千古黑啦，就是请做我女朋友。所以你以前的女朋友是哪一国人？韩国。有教过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被发现。好啦，阿勇结束之后呢，再来啦，我们石朗啊，你开心一点，加油！这是哪里人？台湾人吗？台中。台中人哦，在地人，好好好，来喽，预备起。加油！是什么抱？柔背抱抱。是柔背抱抱。是什么？不是啦，是这个。柔背抱。
要当新娘，你当新娘好啊。好啊，新娘棒。不会 ，OK 吗？我很有，他穿裙子哦。他有哦。好，来，你裙裙会不会曝光？OK 吗？你有穿安全裤吗？啊，不然有穿可爱的内裤也没关系的。好，那你帮 hold 着好了， hold 着， hold 着。加油。好 ，OK 吗？一、二。他没当过新娘，人家不知道。麻烦靠到前面南瓜车里啊。新人。